当女生宿舍有人不关门，你都不敢关门啊？干嘛呀？吵死了！宿舍里小隔间也没个窗户，不开门我哪跟那住呀？你不关门，人家把洗漱啊？那你们就等会儿再死呗！我再关十分钟我就出来。关了你！哎，锁在里面，你关不住我。富二，你一会儿再洗漱吧。怎么了？哎呦，我这不回来了吗？萱萱，宿舍开了空调，你记得随手关门啊！哎呦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啊，你就放楼下吧，我马上来拿啊。说了有啥用啊？还是不关门？开关真麻烦。哎，咋又不关门啊？大门口人来来回回的，你还要不要隐私了？都是女孩子，有什么好害怕的呢？最好把门给我关上，别逼我下来削你。你们谁要是放门上没拔下来啊？萱萱，你不拔钥匙真的太不安全了。我就插个钥匙而已，到时候我让你们看门，你们又不乐意。那简单啊，以后宿舍要是丢了东西，都算在萱萱头上不就好了？我没有一直插上面呀、啊，收起来了，收起来了，别出事就赖我身上。谁啊？张静吗？啊啊！你是谁呀、啊？咋了咋了？这谁呀、啊？什么男的？出去！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跑了，跑了，放心吧，没事了啊。还说我不关门，你们不也没关吗？是你干的吧？又不把钥匙，把坏人放进来了。你看你富贵吓的。什么呀？我今天把钥匙拿走了呀。又骗人！要不然你拿出来看看啊？拿就拿。撒谎精！哎，萱萱、啊，你脑子落宿舍了？你又把钥匙落教室了？我都说了，我没有骗人。怎么了？就刚有一个男的，他突然进宿舍了，就这样了。那你确实误会萱萱了。你知道了，我说的不过脑子。干嘛去啊？宿舍莫名其妙进个男的，大晚上萱萱一个人在外面。我找他去。当女生宿舍找男生拍照，哎，这么惨，我也觉得这件衣服很好看，哎，给我吧。哎，巧个头啊！我看你根本就是故意要抢小同学的衣服吧？啊、这里衣服这么多，非得抢我这件吗？你选你的，别管我呀。这啥？哎，这么暴露咋穿？我可不穿。反正你前面后面都一样，穿着有什么区别吗？哎，我给你拆这个。我不会穿，不穿坏了的。也是哦，反正你穿什么都像个小丫鬟。没事，富贵，别理他。啊，我一会儿化这个妆要极度还原，连化妆顺序都要抢，因为你明星后台甄嬛传呢。人家小童都没有说什么，你管什么？怎么没说了？让让我的位置。反正早上还都一样。啊，你不是学小鱼海棠装帅哥吗？你去啊！是我不想装吗？走那么久也没看到帅哥。我看你是怂吗、嗯？谁说我怂了？都怪你们只给小童找男男的。人小童是自己花钱请的，你不叫花钱请，只能上街上抓了、那我想了想，找个陌生人蹭小童的也不好，就算了呗。帅哥，帅哥，哎，帅哥，你是来拍写真的吗？有什么事儿吗？那你陪我一起拍个照吧，免费哦。行啊，但我有个条件啊，走无名外，大象鼻子转十圈，直线走到我面前，我就同意。啊？哎呀，小童有帅哥，你也不一定有啊。我们就去这个床啊，走，咱们上去，上去，转十圈是吧？你转。哥哥吃过饭了。没事儿，就跟皮似的。九、十，等等。我可以走，我可以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走，快走，我们去拍照。我就说我可以抓到帅哥吧，你们的帅哥呢？啊，他不在这呢吗？张斌，你耍我呢吧？谁啊？你这蹭蹭蹭！哎，干嘛干嘛？好了好了，一起来吧，一起拍就一起拍，我拍的肯定更好看。那是谁镜中无有啊，梦里水月镜花，遗憾辜负落得满地啊，满世界是女生宿舍不肯开空调的人。张静啊，你还在吹啊？哎，别提了，要不想泡水凉快点，我才不说跟他对呢。真的是靠嘴吹吗？张静啊，你别吹了。咋了？
我去，有充气泵啊！哎，张静，你在宿舍放那么大一个水池，别人怎么走路呀？那你把空调费交了，我马上收起来。那我又不觉得热，你们觉得热，你们自己开空调呗。少来，还不想耗到底，等我们交了直接蹭，想都没想。哎，张静，你把宿舍地都弄湿了，那还不是怨你？只要你过来交了空调费，就没这事儿了。你趟那么多水，也是咱们宿舍的啊，我也有资格泡的啊。对，对，张静，你别撒了，我都能床都湿了。啊，张静，我就狠狠的告发你。啊啊啊！张静，你赔我衣服都湿了。赔啥赔啊？换个衣服就完了。哎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哪有泳池啊？哎，来来来，这这这这，哎，萱萱，你什么都湿了啊？凭什么呱呱一个外人都可以啊？我乐意，而且呱呱答应帮我宣传的，就说萱萱不交空调费，我们宿舍买了个大泳池，欢迎大家来玩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呱，你出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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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呱。我加过就是啊，不就几十块钱吗？至于吗？别光动嘴啊，赶紧转啊！给了，给了。看，这不拿到了吗？让你碰我。别闹了！张静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就是有点感冒。你们快去上课吧，记得帮我打个套啊！哎，萱萱，你挂空调啊？你一个人在宿舍，这空调费怎么算呢？哎，你还好，我想想你会来这套，买了个备用。哦。哎，咋没用啊？萱萱，当女生宿舍00后整顿职场。哎呀，小彤，我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帮你拍美妆视频的，我求你了。哟，你不是去面了那几家吗？咋我找小彤了？啊，有一家问我能不能接受加班，我就问他，那你能不能接受我偷懒？你可真行，小彤，这可是个祖宗啊！哎呀，小彤，求你了，我很乖，不用你帮忙，别添乱就行。啊，职场不是宿舍，你把你那大小姐脾气收着点儿，忍着点儿，少说多做，要眼里有活。哎呀，我肯定可以的，你们少瞧不起人啦。你就先坐这儿吧。啊，好的好的。有新人啊，哎，点奶茶点奶茶。好的好的。啊，那我们一起吧。谁要跟你一起啊？你新人点奶茶，会不愿意吧？可是你把你那大小姐脾气收着点儿，好吗？那我把喝什么发给你了？我们还有谁要喝奶茶？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要芋泥波波水果茶。赶紧把这件衣服都整理过了，服装间去。哎，我外面到哪去拿去？我也到哪去？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哦，外卖到了。拿个外卖不？我脱衣的。我一点不好意思。打印机都用不好，你还能干什么？快点，要喝水呢。啊！他们都让我打杂，都欺负我。我看你是矫情，故意夸大的吧？啊，我没有，他们还在跟我说化妆丑，根本不会做美妆过程的助理啊！怎么跟猪八戒似的？我哪有？当女生宿舍减肥。干啥呀？吓死个人了！啊，十斤！我上个大学真的胖了十斤。你吃了睡，睡了吃，就差汗床上了，不知道你胖谁呀？我哪有吃很多啊？我账单在吃上面花的钱可少了，蹭吃蹭喝可不少，活该长肉。不就吃你一块炸鸡吗？我今天就开始减肥。打住打住打住！你这话我已经听了三四五六七八遍了，你要超过三天，我算你赢。我现在就买健身器材、瑜伽裤、运动裤，还有……有句话说得好，差生文具多。你自个儿打开你柜子看看，有多少器材？开就开。那我还要看一些减肥视频，你自己看你收藏的，练过吗你？我这次肯定可以瘦十斤，你少瞧不起人了。三十三一。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啊，萱萱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不要在宿舍里跳绳了。没事吧？是他自己走路不看路的呀。哎，你要运动，你搁操场上去啊，一堆人陪你，你在这霍霍啥呀？那不行，我要偷偷的收成一道闪电。去操场不是大家都知道了吗？得了吧你！我看你是运动五分钟，躺半个小时。谁说的呀？我跳好着呢。哼，报应来了吧。来，你继续跳，我们看他表演。啊，你们不许在宿舍吃零食引诱我。哎，
我就是。谁在宿舍啊？锁啥门啊？开门！我知道你们出去拿外卖了，你们吃完就进来。不是你啥意思啊？凭啥不让我们在宿舍吃饭呀、啊？都说了会影响我减肥的。我警告你啊，你最好把门给我打开，不然我让阿姨找看守师傅来了。惯了你！你又动副活干啥呀？多剪几餐呀。萱萱，我的这个锅好像有点接触不良。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不过你不想我用，也别用这种借口呀。赶紧站出来承认了，笑呢。哎，富贵，你不会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我说了，他线头好像坏了。哎，你说是好像又不是确定，那你既然真的坏，你就应该抢过去不让我用啊。哎，阿姨说上次停电学校就检修了电路，一会儿就知道哪跳闸了，等着看吧。我不管，反正是富贵的锅，都怪富贵。又是你们宿舍，起来。女生宿舍的神秘电话。放心吧，我马上回宿舍。哎呀，美女，这么晚去哪呀？啊？喂爸，你到附近了是吗？我也到了。不理人啊！现在假装打电话那套都落伍了。小叔也在吗？没关系，你可以先送小叔回去的。哎，美女，你这就没意思了。喂，我送他回去。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马上滚。真晦气。喂，你刚刚在跟谁说话？哎，不就是你爸，还是个警察。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、哎、喂，可是爸爸几年前就因公殉职了，怎么会？喂爸爸，你那是在耍我吧？小桃啊，你在跟你爸爸打电话吗？啊，说起来从来没见过小桃爸妈呢。哎呀，人家日理万机的，见你有什么好处吗？富贵你接啊。我啊，喂叔叔啊，没有没有，平时都是小桃照顾我比较多。就是叔叔啊，小桃人可好了。喂爸。小桃啊，你爸爸声音虽然听起来凶凶的，但是他好像很关心你。嗯，听着一声正气的。你听啊，我喂叔叔啊，我是萱萱。啊，叔叔，我哪里有抢小桃东西啊？没有的事情啊。小桃，你是小孩子吗？你都几岁了？我不就要你个化妆品吗？至于跟你爸爸告状吗？真没意思。为什么爸爸不愿意和我说话？喂，你今天有空吗？忙忙忙，你哪天不忙？除夕节你不在，我生日你也不管，这些我都无所谓。但今天是爸爸的忌日啊！你丈夫没了，你还要失去女儿吗？你妈妈，不会，我没爸爸了，为什么爸爸不接我电话？小桃，你爸爸来电话了。喂，爸爸。楠楠，不可以这么和妈妈说话哦，爸爸不在了，辛苦你照顾妈妈了。对不起，我只是太想你了。你是平淡日子的风花雪月。小桃，你怎么了？富贵，相遇，记住谁的拥抱。